我想知道你让我知道一下，不过我刚才已经讲了，我具备继续做候选人的条件嘛，除非你不是买我的说话了。你把那个录影再剪回去听。对啊，好。我也没有讲说只是宣布候选人的事。因为我的律师长已经透露了，他会分分期选的。所以五个国籍还是确定的，然后候选人会再做选。对，现在一个候选人都还没有就是选过。你们喝两句，我再问你们。我们这边问记者，喝了酒我们就会讲真话了。我叫助理啊。我们那边肯定见不了面，再次讲起来面。